我那时候在菲律宾 run English，有一个台湾男生来跟我搭讪，约我吃饭，之后每天送我巧克力、珍珠奶茶跟便当。那时候我58公斤，我猜他很喜欢肉肉的女生。Like us on Facebook if you haven't, and 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 for more new videos. 我是横滨的娜娜，我之前在日本当过玩日在职编辑和电台主持人。2019年，我去菲律宾学英文，认识了一个台湾男生，他是潜水教练。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，他问我：“あなたは彼氏いますか？”我说：“いません。”他马上约我去吃饭。我记得坐计程车前，他还帮我开门，很浪漫。我没有碰过会帮我开门的日本男生。之后每天都买巧克力、珍珠奶茶和便当请我吃。我之前交过4个日本男朋友，他们从来没有对我这么好，顶多纪念日的时候请我吃饭。之前有一个日本前男友，他喝醉后还把我从楼梯推下去。这个台湾男生每天写情书给我。帮我拿重的东西，我宿醉的时候给我药，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事情。他的技术很好。交往1年后，疫情发生，他说：“跟我一起搬去台湾吧，台湾非常安全，而且东西很好吃。”果然，小笼包、花生卷冰淇淋、凤梨酥、鸡排、地瓜球，我都很爱。2个月后，他在他爸妈面前跟我求婚。我爸爸以前跟我说，我可以嫁给没有钱的人，也不要嫁给外国人，因为太远，他会很寂寞。可是我爸妈看过我台湾老公的时候，也觉得他是一个好人，所以放心的把我交给他。我是娜娜，之前我58公斤，因为我每天喝烧酒。来台湾后，我戒酒了，结果马上瘦了12公斤。现在我在拍自己的 YouTube channel，介绍我在台湾的生活，欢迎大家来 subscribe。